大家好，我是吴用兰润。现在人会在这个塞他吗？是超级体育馆的门口。我这边是在一个 KIP 广场。今天是这个阿尼三吗？2024的第二天，我已经推围了7年了。推了7年再来阿尼三吗？但是今天非常非常非常久来没有来阿尼三吗的。为什么会来呢？因为我一直以为今年是20周年，你知道吗？结果今年不是20周年，被有人要打 OK， 就因为他们好像停办一年，所以明年呢，明年才是20周年。因为我10周年的时候有来，10周年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搞头的。结果我想说20周年还是来一下来看一下，应该会很有趣之类的。就今年是第19年，那19年今年的阵容，我就觉得也是小难过一点点的、啊。不过来又来了。票也抽了，那随便了。毕竟都已经暌违了7年了，对啊，回味一下这些动漫歌。其实我对于这个广场回忆才比较多。这种广场呢，还算是我这种二阶 otaku 的阿尼三妈的本番。外面玩一玩，里面就累了。哎，又遇到这一位老哥。这位老哥刚才一直被 staff 出镜、啊、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刚才被出镜吗？我不知道，起来待哦，起来待哦，超好笑啊，被抓过去2-3次了，笑死。最后他问我 ticket， 问票，对对对对，来找我身份证，对，好笑。你跟我们7年前一样，7年前我把我朋友抬起来，7年前的时候他就抓抬飞起来的那个，我朋友没有要飞，是我们故意把他飞起来的。有干过这种事情，然后好几个黑人就把他压制起来，压地上，然后问他说你票在哪里？他说我没有票，没有买票。我说怎么可能？问他说哎你包包在哪里？然后我朋友就带他去包包那边，然后随便指一个，就是那个，然后指完之后他跑了。哎呦，不要，好意思，不要写 ，OK。
遇到好多超多粉丝。七年没来了 ，SSA。好，那边都一样是，然后都是乌饭区，然后还有那边有一些那个艺人的乌饭，这次的乌饭商品。这两件还蛮多人买的，这两件看很多人在穿。今天说只要买这三个玩意儿，就可以跟那个木谷高明社长合照。嗨，吉泽。刚才我告诉社长，你这动作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number one， 在后面这群跟他拍照的，应该有一半以上都是会喊家虎的，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家虎众爱他的呢。这位老哥穿着这个布家虎，跟木谷社长合了照。哎呀，社长有什么反应吗？当然是这个宣传了他的这个家虎根绝的这个理念，社长十分高兴。我们作为 fans 也要跟随这个社长或者家虎根结的方向走，是，确实是，以后再也不家虎，再不家虎，也对呀，拜拜吧，入场了，拿到一个这个，都是发热色的，413，这么远，哎呦，我也是刚好在那边走到这里，哟，直接归程到阿里山吗？第三天。今天我穿的这一件十周年的 T 恤，有点就是想显得自己一样很老一样。这叫 Oneness 的 T 恤，十周年真的是太经典。一直以为这场是二十周年，结果其实是十九周年。那昨天这个十九周年第二天呢，这个歌的内容大概只熟了三成左右吧。像其他一些比较新的歌，可能真的都不太熟。那我昨天在那个400LV 啊，我之前没有在那么远地方看过400LV 的视野，基本上你连荧幕都会有点看不太清楚，所以400大概就是去听个气氛而已啊。哎，不对，400如果你是在舞台的左右两边的话，其实那边还蛮清楚的。其实我在那边下面就是那个花道，其实还蛮清楚的。可是你如果在淡顶的后面，那边就真的视野真的很差。不是说差啦，就是很远，看不太清楚，就只能听个感觉。然后以前大家在一区或者是 D 区那边还有那个很大的投影幕嘛，现在都没有，所以我才说现在后面那个400LV 的那个视野变得比较差。现在大荧幕的话就在舞台前面有而已，那你在后面看其实也是很远，也是看不太清楚。不过还不错，因为我昨天我在那个走道的位置，我听到那个拼眼铃的 Garnos 直接在走道上面打一打整首。没事，我昨天还有唱小魔女，我直接解成就了，在 SSA 跳印度舞，阿姨也没事。今年的 staff 听说是管得比较松散一点，我旁边很多二届啊，都来喊 mix 了，非常的和平，也没有什么警察之类的。我就觉得这个气氛好像跟以前有点不一样，已经有所成长了，非常好。回味七年来对阿尼萨玛的心得，然后稍早我也是在这个。Karaoke stage 玩得很开心啊！刚这边那个卡拉 OK 的歌单非常爽，台下一大堆人在那边打意。那我今天一早十点也就先来这个 Karaoke stage 这里。有个成员是台湾人，以前是月宵的初季，对，他现在在这一团。现在那个入场都要排队安检，等卡很久的时间。我记得以前不用安检，是不是？好像不用嘛。如果知道，跟我留言一下，就忘记了。続きまして、アリーナ VIP 席、アルファベット2番目。